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，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表上述联合声明，有利于共同弘扬条约的宗旨和原则，传承发扬亚洲方式和亚洲智慧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共同维护地区规则和秩序。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。经中美双方商定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7月16日至19日访华。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精神，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携手应对挑战，增进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。关于访问的具体情况，我们会适时的发布消息，你也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以任何名义、任何理由篡美，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纵容、支持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，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。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作出的不支持台独等承诺，停止美台官方往来，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，采取坚决有力措施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方希望黑海粮食运输一揽子协议继续得到均衡、全面、有效的落实。中方也提出了国际粮食安全合作的倡议，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强沟通合作，促进形成更多的国际共识，为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。中国是亚太的一员，我们始终同地区国家一道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我们也愿同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各方一道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，共同为这个地区的稳定繁荣发挥作用。提到这个南海问题，首先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重要的、最关键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南海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，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。这个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我不了解你所说的情况。你的第一个问题建议你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，我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。上半年中国经济整体上呈现一个回升向好的态势，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.5%，比一季度加快1个百分点。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，韧性强、潜力大、活力足的特点也没有改变，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有改变。那么随着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积累增多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向好。你提到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关系，中国一贯在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，这一点没有变化。至于中美关系呢，我们始终是按照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原则来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的。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，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。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。